转机啊，台湾我们回来了，回家了。现在蛋饼都这么贵吗？这一份哦，薯饼。天哪，也太多了吧！我们回家啦，后面都是行李。大家，我们现在已经过安检到出境的地方了，在贵宾室里面。我们其实来的还蛮早的，因为其实好像是2点还2点半的飞机，然后10点就来，就是前两个 checking 的那种。我从来没有这么早到机场过。我刚刚就跟他说，原来这就是提前到机场 checking 的感觉，超空，都没有什么人。给大家看现在贵宾室，这一区就只有我们跟这边有一个先生，然后。陈家威去拿东西，终于这次换我们回家了。我快2年没有回去，他超过2年了。我好像没有就是这么久没有回家过，因为以前住新加坡的时候，我还是一天到晚跑回家。这次回去就真的心里很期待，很期待。我觉得我回到台湾的时候，可能会有点想哭，就是一个家的感觉，还有家的味道。然后再一次回到温哥华机场，就觉得。天哪，真的是一个充满回忆的地方。因为我们以前谈远距离的时候，都是在这里泪洒机场，跟对方依依不舍地说再见。所以刚刚在踏进那个海关口的时候，我就觉得这里的每一个角落都好让我好有感触。真的就是一种远距离熬过来的感觉。因为从前的我们都是要在出境口跟对方说再见，但是这是第一次，我们两个可以一起手牵手走到那个。海关口的感觉，突如其来的一个小感想。反正终于轮到我们两个回国了，我这次回去一定要吃饱喝饱，再胖个3公斤再回美国继续努力运动减肥。那距离我们上飞机还有很久时间，所以就先在这里休息一下。对对对，我有一个很重大的消息要跟你们宣布，就是你们看到了吗？熊先生的手机变大只了。因为刚好有朋友有没有在用的空机是多少啊 ？iPhone 10。你现在觉得手机变大的感觉怎么样？很不习惯，看什么都变很大。哦，而且它已经更新到最新的 iOS 版本，我都还没有更新。Cheers, baby. Cheers. Cheers to Taiwan. 30元，谢谢。虽然我以前吃飞机餐吃到已经很想吐了，但是因为很久没吃了，所以还是要好好享用一下飞机上的餐点。然后我最喜欢的飞机餐的东西就是面包，而且这还是热的。这个是大蒜面包，然后下面那个就是普通的餐包，对。
油葱鸡炒饭，没错，看着好好吃哦。我要吃一口，推荐。还行，好吃。那你的不好吃？我吃一口就好，我没有很饿。哦，没有，是你的不好吃。不对，还蛮好吃的。嗯，好吃。真的。我看你的反应。没有到很嫩，但很好吃。那我觉得就很肉嘛，我觉得蛮肉。嗨大家，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我们的隔离旅馆了。虽然我知道就是已经快要可以不用隔离了，但是我还是很想体验一把需要隔离的日子，毕竟才四天，总共四个晚上。所以呢，我还是来介绍一下我们这次住的房间，因为它出乎我意料的好。先说一下我们这次住的旅馆叫做雀客藏居 Check In 南港站，因为就离我们家比较近。然后身后就是我们带来隔离的行李，这次我们回来带来四件行李，但是我们就把一个箱子装我们隔离要用的东西就集中在一起，剩下三件行李都请家人先载回家了，这样比较方便，就不用拖着一拖拉骨的东西到旅馆。然后呢，我现在就是站在房门口给大家看一下客厅的样子。这边这里有一张 L 型沙发，那边是我老公他的办公桌在这里，然后这边就是有他附的一大堆水跟小冰箱，这一整排就是里面都是可以放东西的置物柜，我觉得蛮好的。他给了一些茶包，哦，这个好像是餐具耶，我们还请家人从家里带了。然
然后一些小的，就是像一个防疫包的东西吧，这些都是备品，什么洗发精、沐浴露啊、牙刷等等。我们应该等一下就要来量个体温，有附这个体温计很贴心哎、欸，就可以记录一下体温状况什么的。再往左手边这个门进去呢，是一个小小的，算是更衣化妆室吧。它的化妆台就是一个独立的小空间。左手边这边是厕所，而且它竟然是按摩浴缸，我超惊讶的。但我刚看到它的时候，我很开心，因为就可以好好泡个澡。再往下走，又是一个独立的小空间。这里有一个穿衣镜，我觉得也蛮大的。然后衣柜在这里。他把我们刚才在飞机上的衣服挂起来了。对，最后走进来就是卧房，他的床不是特别大，但是当然够睡就好了，而且刚刚有躺了一下，还蛮舒服的。然后他几乎是每一个空间都有一个窗户，这里一个，这里一个，这里又有。然后刚才你们看到他的那个办公桌旁边也有一个，所以其实这里的采光超级好的，你们看，比我家还好100万倍耶！哦，但是我们刚才一下飞机，从就是入境到拿行李到见到家人这一段路，我们两个就已经爆汗，所以我就立刻又把我原本的外套给脱掉。然后熊先生更扯，他是整个就是流汗流到帽子都湿掉，衣服都印出汗渍的那一种。我婆婆跟熊妹还说，哈，今天开始其实已经变比较凉嘞。我要来超热，我们对变凉的定义有点不太一样，但至少这里有冷气，开个26度。刚才我妈给我们带了一点中式早餐，有韭菜盒子，还有小酥饼，跟这个厚一点的那种葱饼吧，对，还有我最爱喝的无糖豆浆。这一袋是我公公给我们准备的，我公公亲手做的司康，天哪，超多哎、欸！看起来太好吃了吧！天哪，你看，这是我跟我公公指定说我要吃的桃胶，是桃胶还是银耳？就是那种你知道养颜美容的东西。因为之前我公公做过一次，超级好吃。然后这次回去我就在群组说我一定要再吃这个，结果他给我这么大一盒，我可以吃到爽了。哦，这个台湾芭辣。脆的，住在美国的同胞，你们有懂我的心情吗？我每次在美国买芭辣，我们总共买过2次，但是都很软又不好吃，又超小颗，就是感觉是那种市场被淘汰才卖给我们的那种不好吃的芭辣。所以我刚才在车上已经忍不住先吃了这个芭辣。最后这一箱是我婆婆准备的，里面有消毒装啊，里面这两个是酒杯。然后有2支红酒跟1支白酒，要进行体内杀菌。其实是干妈给的啦，对不对？嗯，对，干妈准备的。然后对我婆婆帮我们带了餐具，跟我不知道是什么。哦，开瓶器。对，不能没有开瓶器。哇。感受到家人们的爱，好开心哦！那我现在就要来大吃了。我现在看起来有一点狼狈，等一下应该要去洗个澡，然后还要快筛跟量体温。我其实是也不知道这次隔离的影片是会拍到什么内容，但就是且走且看。3:56。哦，这是我的。三弟。晚餐来了，去他门口。好爽。
哇哦！他真的跟我讲说，他说不会嘛。可是他竟然送到还有这个建分层，对，我觉得很厉害。昨天一整晚都没有睡，我从大概我原本其实是昨天晚上8点多的时候想要先眯个半小时，但是我还定了闹钟，但结果我就是醒不来，而且我原本是在沙发上睡，然后熊在房间睡。我醒来之后，就是我闹钟响了之后，我就爬到房间继续睡，睡到大概凌晨1:30吧，我又醒来了，而且是精神超级好的那一种。我想说，那好吧，那我就来剪个片，因为我通常剪片都会很想睡觉，靠剪片来催眠我想睡觉的感觉。结果呢，我就一路剪片，剪到早上，现在已经快8点了，所以我就整个晚上都没有睡觉，完全在过美国时间。现在我要来点个早餐，在哪里啊？看一下，我先点个猪排饭团。Just crossing, I ain't trying to keep it concealed. Oh, mama, I want it. Just let it fall off. If you tell me that you want it, baby, it's a gun deal. Oh, mama, I want it. I want it. Oh, why you acting like you gotta wait for it, honey? I know I've been in your head like shea butter, honey. You go out and tell your friends that we ain't none. They be in the group chat knowing that it ain't 100. Tell your ex man, but this one is open because I'm in California trying to put you where the ocean is.什么脸？昨天我从晚上11点睡到今天早上，我3点、4点、5点都各起来一次，最后我5点起来，然后6点半有一堂英文家教，所以今天一样非常早起。你3、4、5点都有起来做？嗯，就是有醒来看一下时间，哎，怎么还那么早？就身体感觉睡了很久，所以我今天就是有稍微穿一件正常的衣服，终于不是睡衣了。刚刚点了一个蛋饼，脆皮蛋饼。现在蛋饼都这么贵吗？这一份哦，薯饼蛋饼原价是73块，然后再加起司十几块，反正这个蛋饼要80几块。到底发生什么事？超高级蛋饼，超贵耶！还有一个终于吃到了巧克力厚片，有点辣的，但是完全没有辣，就是。是超微辣的那种，嗯，这吐司软软的，很好吃，好吃吗？不错，嗯，今天没有，我的裤子暴露了我的穿着，手机，他刚起床的时候跟我说，明天就要 check out 嘞，我还就是有点分不清楚，因为觉得好快。我还可以再隔离久一点。
晚餐吃 Selena 想吃的三顾茅庐，熊点了干拌的，然后我点就是汤的。然后这一带真的超感人，我们有个朋友在开面包店，他的店在木栅，然后他特地，哦，天哪，也太多了吧！他特地就是拿面包给我们，虽然我们明天就要雪糕了。Oh my god， 这也太多了吧！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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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可以去找他们买面包，他们的面包。哎，我第一次吃哎，第一次吃，对，好，我再跟你们说好不好吃，应该是很好吃啊。可以再多住几天，我觉得好像过得太快了。蛮快的，但我觉得年纪大了真的睡不好哎。不会，出去就没有时，出去就没有时差了。再见，隔离旅馆。我们回家啦，后面都是行李，这几天应该就在家把东西整理整理。我前阵子在美国的时候有订一些台湾的网拍寄到家里，所以应该就是把东西全部都拆一拆归位，然后该洗的洗。之后我知道很多人在等我台湾的 vlog， 但我从来都没有在台湾拍过 vlog， 所以我其实不知道会不会就是很尴尬，因为在美国拿相机出来拍东西什么的，其实旁边的路人不太会管你。可是台湾的话就是路上人比较多，我不知道我会不会有点就是不好意思。所以就且走且看，反正之后如果我有出影片的话，你们就知道了。那这次隔离的影片就到这边，我们下次见。